下次请问我老妈，问我阿母啊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他会给你一个答案的。嗯？嗯？我怀疑这个答案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开心，我开心，我怀疑。生什么气啦？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因为没办法调那个。嗯。你要把我拖比较大。干，你是在靠边。一定要这样劝我就对了。